我睡了多久？为什么还是这么累？不过这种情况下睡不好也很正常啊，而且我的记忆还没有恢复，我还以为睡觉就能全部想起来了呢，结果是空欢喜一场，口渴得要命，先去客厅从冰箱里拿点东西来喝吧。客厅里还有其他人在。早上好。不许和我说话，你这个杀人狂！还在怀疑我？这是怎么了？我就和你打个招呼啊！我才不想和你打招呼。而且昨天睡觉前我想过，即便为大家拆穿张先生的谎言。你的嫌疑也仍然没有洗清，目前看来最可疑的人还是你。什么？我说过很多遍了，我根本没有杀过人啊！大早上的，你们能不能别吵？抱歉，都过去一天，你的记忆还没有恢复吗？是的，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。是吗？不过赵明杰说的没错，你仍旧最可疑的事实并没有改变。好吧，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不和大家公开自己的事情是非常有利的。说自己失去记忆的你，就算不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情报，也没有人觉得不自然。然而问题点就出在这，没有人能证明你是否真的失去了记忆，所以大家都会不自觉认为你最可疑。如果不是意外的话，下次谎言会议被针对的对象还会是你。没错，我真的没有记忆，我也很无奈。不过你只要和上次一样，找出其他人是杀人狂的证据，你就能暂时洗清嫌疑。好衰哦！不管怎样，我都会把票投给你的。可恶，这样下去的话，我还是会被处刑啊！得快点找到证明其他人是杀人狂的证据。百惠，你怎么啦？抱歉，请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吧。那么近的距离看到某个人死亡的瞬间，受到了刺激也是很正常。感谢雪人大大 host， 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可以点啊。口杨安安，嗨，雪人大大，吓到而已，一会儿就好了。毕竟看到某人被处刑的瞬间啊，两边一起拐活生生的人就这么一分为二。不管回想多少次，都让人反胃。那个看上去牛气冲天的白领居然被处刑了，我明明那么信任他，没想到他是个杀人狂，我被他背叛了。也
算不上是背叛吧。闭嘴，他的死和你绝对脱不了关系。我已经快崩溃了，想看动画片来逃避现实。这想看哪方面的动画片啊？敏捷这时候看的动画片感觉很糟糕，不知道能不能。你看看哦，这个啊，想看动物朋友，哎呀，能不能看到兽娘植物园的最新一集？兽娘植物园，这名字听起来就很糟糕啊！即使是这种危机情况，赵敏杰仍然想看动画片。看来他最喜欢看的是这个叫做《兽娘植物园》的动画了。怎么我 Sam？这大哥你又怎么了？你没事了吧？没事了，谢谢你的关心。杀人狂混在我们中间，我们要快点找证据。是啊，你说的没错。不过我刚才想借赵明杰的电脑查资料的时候，他就和我发火，死也不肯借。恐怕是在隐藏什么吧。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趁赵明杰不在的时候再调查他的电脑好了。怎么要刷 L 啊？刚是怎样发生什么事情啊？我不要什么 L 动画，我不需要啊。现在还不能调查你的包。口刷起来，不要刷奇怪的词哦。好，换你过来了。你是怎么失去记忆的呢？我怎么会知道失去？问一个失去记忆的人说你是怎么失去记忆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我也想问这个问题，而且我一直都想不明白。想不明白什么？虽然你丧失了记忆，但仍然很机智，反应迅速。据我了解，通常情况下记忆丧失都会伴随着思考能力下降的副作用。 What？ 是这样吗？是的，所以我想问问你，你其实并没有，为何并没有真正失去记忆吧？不是的，绝对不是，我真的什么都记不起来。是这样吗？抱歉，我可能有点太疑神疑鬼了。我天生神灵，柳星真的很聪明的，在这情况下也能冷静分析。希望与他为敌的那天永远不会到来。
怎么了？女性房间有柳星在，我根本不想回去。干嘛探？你为什么怕柳星？我与他完全合不来啊。能这么坦率的大声说出自己讨厌谁，也是一种才能吧。人就应该活得坦率一点。你也赶紧承认吧，你就是杀人狂。我才没有杀人嘞，真是个人讨厌的女人。换台，换换看吧。What？ 哇，这个是肥仔爱看的。切换到动画，哇，动画片的频道，哇，敏捷哥最爱，哇，看到这个都兴奋起来了。好像听到很强烈的脚步声，哇，肥仔冲过来了，哇哈哈，哇，他这个哇口水都跑出来了。原来这就是赵敏杰喜欢的兽娘植物园啊。看了看，怎么不不，大哥大哥大哥，哇，不要跟着，下车哦下车哦，大哥快下车，不要跟着一起看啊，播放着动画片。 What？ 兽娘植物园，果真斯卡克姐姐是最棒。斯卡克姐姐虽然有点想去厕所，但还是忍着吧。你会不会在这解放、啊？希望大哥不要爽到在这解放。赵敏杰似乎很喜欢那个叫斯卡克姐姐的角色。好，我们去看一下肥仔包包，因为肥仔包包很里面很糟糕。我想上车。下车啊，下车哦。那个车给肥仔上就好了，我们不要打扰他，我们不要打扰他平静的生活，太累睡着了。肥仔的背包，一周精通漫画初学者套装，该不会肥仔不会画画吧？虽然说他说自己想成为漫画家，但是每天都花费那么长的时间在网游上，怎么画漫画？暂时把这个作为证据记下来吧。这个呢，好像有什么吊带着，赵方 ？What？纯泽赵芳，这看起来像是女生的名字，你不会是偷你老妈的钱吧？抱歉把你弄醒了，没关系。比起这个，你手上的存折是哪里来的？这是刚才从赵敏杰床上捡来的，让我看看里面的内容吧。哇哦，存折的主人似乎叫赵芳。最后那个保险怪怪的，
看起来像女性的名字，或许是赵明杰的母亲吧。哎呀，是老妈啊！你该不会想诈领保险金吧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唔通哦，害老妈然后诈领保险金。哇，一个叫维嘉游戏的公司扣了很多次款嘞。维嘉游戏不是那个赫赫有名的制作网游公司吗？等等，是大课长。哎，你们没有人觉得说他是想要诈领他老妈保险金吗？扣款数量多的可怕，金额也是。这是在给网游。这是这样，对岸的词真的很有趣。维嘉游戏的下方有生命保险的拨款记录，而且金额是50万。难道说某个赵敏杰身边的人去世了吗？很有可能是这样。觉得我们应该去调查更多赵明杰的事。看，那边有赵明杰的电脑，但是现在没有电源线，无法开机，是吗？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调查赵明杰的电脑呢？去找个电源线吧。电源线什么的，这应该等一下会在这边用吧。电源线什么，当然还是要从女生房间开始找起啊。我不是科长啊，找电源线。哎呦，哎，真的有，哎哎，我就说嘛，哎呀，要找什么东西，先从女生房间开始找就对了。哎呀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太好了，柳星干得漂亮哦！有没有？缺什么？从女生房间开始找就对了。这下子就能看到赵敏杰的电脑。哇哦！得到发展。接上电源看看吧，成功了。这是什么？拉古拉古线上版。哇塞！科长，20000。这是个很有名的网游，就是刚才存折上那个叫维嘉游戏的公司制作的。上面显示他这个月氪了20000元。这个氪金额度很厉害呢。然而，这些都是通过母亲的存款扣款的。20000，我在想他这边的20000应该是人民币20000吧，不是新台币20000。人民币20000是真的还蛮多的。1天20小时。真是个让人不快的家伙。不只是氪金额度，登录时间也很强呢。自我介绍时他还说自己想成为漫画家，但这么一看的话，他哪有时间画画。话说回来，这个电脑壁纸，哇哦，是赵敏杰刚才在客厅看到的动画。
9万台币哦，真的还蛮多的。兽娘植物园中的斯卡科姐姐，她还真喜欢这个角色。电脑更好上车，太糟糕了，太糟糕了。网游飞人，虽然他说他想成为漫画家，但是这个样子能画出什么呢？是啊，就连身为考生的我也是能忍住很多东西，真的吗？的确，我开始怀疑赵明杰是不是真的想当漫画家，而且他还说过他是与母亲一起生活的吧？儿子用自己的钱拼命氪金，这个母亲也是很辛苦的。哦，他跑去厕所了。这个，哦，对，他刚刚说想上厕所啊，还好你还有去厕所。我看一下电视，最新一集已经放完啊，还好还好，你还是有去厕所。赵敏姐似乎去厕所，好像是为了看兽娘植物园，一直憋到现在，也太入迷了吧？这个是什么？啊？动漫王国，藏海店，限定海报350，这是限定特装手办1700，都不便宜耶。人民币来说，好像有什么东西掉下来了，是发票、厕所票证。那是什么？啊，正百惠，是掉在这里的发票，你要来看看吗？上面写着动漫王国呢。是很有名的动漫周边店。原来如此，斯卡克姐姐有关的东西肯定是赵明杰的吧。赵明杰真的是个动漫狂热粉丝呢。把这发票放在这里吧。还有没有其他的啊？厕所看看肥仔的情况。哦，肥仔的手机应该很精彩哦，得把手机放在这里了，上厕所啊。那机画面是兽娘植物园的斯卡科姐姐呢，也就是说这是赵敏杰的手机。赵敏杰在上厕所，偷偷看看吧，不知道密码会是什么。哇哦，我开始找密码吧。拜托一下不要雷哦，只是浴室。
本吗？妈妈变成了红红的蚕，一动也不动，画面都被红笔涂抹着。这孩子还小，什么都不懂。其实他的母亲已经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他还有下一个日记吗？这个三个人之中有一个人是你听到了吗？不用在意，我只是在喃喃自语而已。哦，看起来刘星也有线索哦，看样子他真的在调查着什么。刘星好像也找到了什么东西一样。三人之中有一个人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受不了，那个死肥猪就够恶心的，还有刘星冷静到吓人的地步了，还带着哦锁手账本四处跑。不过最可疑的还是够了，美琪你够了，怎么又指向我了？可恶，明明好不容易他才稍微转移一点注意力的。还不能翻他的行李。真是这样，密码是1019。赵敏杰最喜欢的人物斯卡克姐姐生日就是密码。赵敏杰似乎还没有从厕所中出来，趁着机会再看看手机里面的内容吧。解锁成功。请讲，可不能浪费这个大好机会。虽然有点罪恶感，但这也是为了生存。就说他想诈领保险金嘛。本日的谎言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有没有人找到了说谎的人呢？有，我觉得这个家伙最可疑。
为他一个人失去了记忆。这种情况下，他的确是最值得怀疑的。而且过去一天，他还是失去记忆的状态。没错，除此以外，我还找到了证明家伙是杀人狂的证据。什么？证明我是杀人狂的证据？这么有自信，看来拿到的也是个不得了的证据了吧？别藏着掖着，快拿出来！这是当然。当我找到这个证据的时候，浑身都起鸡皮疙瘩。虽然我失去了记忆，但我打心底坚信不是杀人狂，所以我要证明赵敏杰才是杀人狂。真想快点处刑你，结束这个可怕的游戏。等一下，我觉得赵敏杰隐藏的秘密比我还要多哦。啥？只是没证据而胡乱狡辩？我有很多证据。哎呀，看来双方士气满满的样子。那么，请大家保持着这个戒，开始谎言会议吧。所以你说的证据到底是什么？你们看这个，这就是决定性的证据。哎，这个为什么会觉得是我啊？强盗入侵，犯人还没有被抓，尸体的是年幼的儿子，丈夫讲述了悲剧始末。我看看，这是你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小时候的样子，什么东西啊？的确看起来很像。母亲被杀了，我的母亲被杀了，这上面的小孩真的是我吗？不行，完全回忆不起啊。你们不觉得母亲被杀死很奇怪吗？肯定是他把母亲给杀掉，这家伙绝对是个杀人狂。不过这条新闻上的他还这么小，杀死母亲根本不现实吧。的确，看照片，他当时应该是小学一年级吧。这家伙狡猾得很，想杀人什么招都有，有点硬凹的感觉。你看了这个仍然什么都想不起来吗？是的，我还是记不起任何东西。不过我想说，仅靠这个情报就断定我是杀人狂，未免太武断了吧。嗯，这个做证据真的没什么说服力。家伙明明有着如此可怕的黑历史，你们快点投票处刑他吧。那个，你的证据就只有这个新闻吗？是的，但那又怎么样？有这个就足以证明你是杀人狂啊。你再怎么扯破喉咙也是没有说服力的哦。我记得你说过这个死肥猪很可疑来着，你是找到了什么证据？梅奇，你这样说人家死肥猪没问题吗？等等，死肥猪是说我吗？你看人家受伤了。抱歉，你找到了赵敏杰同学是杀人狂的证据了吗？找到了。什么？骗人的吧？那么也该轮到我提问了吧？赵敏杰，我记得你说过你现在和母亲一起生活，并梦想成为漫画家的吧？不过，你确定当漫画家真的是你的梦想？是啊，我真心想画漫画，你凭什么质疑我的梦想？可是你根本就没有画漫画的时间哦。提示证据。一个月就有600小时在线时间，看来是典型的网游肺炎的人了。每天都要打这么长时间的游戏，根本无法画漫画吧？而且最强的是氪金额度，一个月就有20000元。
的，这是为了画漫画找灵感才玩的。而且我自己的钱，爱怎么用就怎么用，你们管不着。哎呦，用自己的钱氪金啊，很棒。这有点酸酸的。这是你母亲的存折，你最熟悉不过。看记录，里面的钱一点点在减少，而且全是维嘉游戏公司的扣款。用自己母亲的钱来死命氪金，真是太差劲了。这是因为我妈妈一个人无法生活，我在照顾她，帮她管钱。哇，这话你也说得出口？所以我妈妈的钱我爱怎么用就怎么用。但是你用你母亲的存款这样被氪金，你母亲不会骂你吗？是啊，赵敏杰是和母亲一起生活的吗？睡觉不可能只睡4小时，太幸福了，太幸福了。发生这种事情，应该很快就会被母亲严厉批评的啊。这与你们没关系，大家都分析得很对。但赵敏杰母亲真的什么都不会说了。啊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字面意思，他什么都不会说了。因为母亲住院了，只睡4小时。对啊，我很常只睡4小时哎。没住院，别开玩笑。不好，我好像没把证据整理好，不小心说错话，怎么办？啊，母亲已经去世了。这可不是胡说八道啊。保险的转账记录，哇，家子就大睡特睡。人啊，还有生命保险的转账记录。有一条标示的生命保险的钱打到他母亲的存折中，也就是说赵明杰母亲已经是的，我妈妈死了，但是我没有杀她，她是因病去世的。我才不是你说的什么杀人狂，我很拼命的去照着我妈妈，但我毫无办法。我非常喜欢我妈妈，她死的时候太伤心了，现在想起来我还想哭。演技不错吗，赵明杰？如果你真的很爱你母亲，你应该不会去做这种事情才对啊。哎呀，我看不到我的花束。打来的留言电话，你是怎么找到这个的？哎，这里是叉叉叉叉医院，你是赵芳的儿子吗？母亲的病情应该很严重，我们很担心她，请你带着她快速来医院复诊。你已经一个多月都没带她来医院了，我们给你打了很多电话，但是您就是不肯接。若您
到此留言请去出来医院过生日，幸会没命的。你是把身边的母亲放置不管的人渣、啊、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有这种变化。就算没有察觉到医院的电话，但你母亲的病情严重程度你应该是知道的啊。刚才是在表演鳄鱼的眼泪吗？虽然你演的戏超烂的。闭嘴，你们这些人凭什么毁我？我要起诉你们。关心你也可能知道说他儿子是这种货色吧，才会特别的关注一下。毁入你也是应该的，毕竟重氪金简直是败类中的败类。你这种热衷于网络没有带母亲去医院对她见死不救的行为，和你亲手杀死的母亲没有两样啊。会议圆满结束。赵明杰已经没有什么要反驳了吧。我觉得你用母亲的存款去疯狂氪金根本就不配当人哎。闭嘴闭嘴，都是那个臭老太婆不好，都是她自己死掉了，和我无关。儿子对自己见死不救，这位母亲一定是在悲痛中死去的。吵死了，我没有错，我只是想玩游戏。不，你做的事情和杀人狂做的没有区别，把母亲的生命当作儿戏，甚至没有去照顾她。没错，你这就是变相杀人啊。不是的，我不想死啊。再怎么喊你也是逃不掉，那么让初心开始吧。再见了肥仔。代替自己的母亲接受很多药物的注射哦，体内注射的大量迷之液体的赵明杰像是气球一样炸成了碎片。这次大家也做得不错，赵明杰就是个吃着母亲的存款一天什么事情都不干的游戏肥仔。母亲都病得不能动了，也不肯带他去医院，于是他的母亲就这么在痛苦中死去了。因为玩游戏对母亲见死不救的家伙真的是无可救药的人渣呢。看来赵明杰的确是个杀人狂哈，这样那间游戏公司少了一个大课长哎。这下幸存者就是五位了。我们是不是已经将所有杀人狂都排除掉？如果是的话，游戏应该就结束了。现在已经有2名杀人狂被处刑了，所以游戏还会继续。
因此你们当中还有在演戏的杀人狂。在找出入室的杀人狂之前，还请各位多多努力哦。什么？居然还有杀人狂？我受够了。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一个个像鬼一样。不过这种疑神疑鬼以及绝望感，真的让人好兴奋啊！不知明天被处刑会是谁呢？请大家快点找出杀人狂，一起逃离这里吧。有两名杀人狂被救出来被处刑了。然而这个游戏还没有结束，在我们几个幸存者当中还有可怕的杀人狂存在。究竟谁才是杀人狂呢？而且赵敏杰找到了那个新闻上的小孩，真的是我吗？我究竟是什么人？到底有没有杀过人？我没有记忆。如果我曾经是杀人狂，也并非什么奇异的事情。这么想着的我，禁不住颤抖起来。我已经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杀过人了。要相信自己啊！都是男角哎，下一个很有可能是女角哦，只剩一位男角，感觉下一张死的是女角。你现在才看到主角的样子啊，其实我也是。